又激励跑伤，嘻嘻哈哈。自己味道自己。喂 ，Good morning, Musi， 最近怎样？现在我们今天的行程呢、啊，就是现在来到 Couchsurfing 的朋友，他妈妈是做早餐店的，这里巨细巨生巨生早餐。巨生早餐店吃的大气的，这个妈妈超级热情的，招待超级好的，然后就是哦要吃什么啊，没关系啊，问我、啊，然后每次看到她也是笑。今天的行程呢、啊，就是等早餐店打烊了，然后就去走市场，然后就晚上就是有 barbecue， 在台湾 barbecue， 我超级兴奋，超级期待的，我就是要看看今天早餐店吃什么吧。对，今天的早餐呢、啊，就是吃这个蛋，是蛋饼吗？对，蛋饼。所以今天的早餐呢，就是这个蛋饼，蛋饼里面有培根，有 cheese， 有就是培根跟 cheese 蛋饼，培根 cheese 蛋饼。所以这个吃起来，吃起来就是，然后说不上话。然后这早餐店呢，巨生早餐店的大街啊，是不是业配？都是业配。因为我收他们的恩惠太多了，所以就是业配就是业配，不行啊，不行，你们要来吃。这早餐店呢，开了30年，还是那一句，经过时间的洗礼，时间的洗礼，另外一间早餐店在这个时光之流那里打滚、翻滚、翻转之旅，看到就屹立不倒，就代表是好东西啊。我最喜欢还是这里的老板娘的热情，她每一次见到我也是笑，我相信她见到每一个人都是笑。如果拿一桶水打在她身上，那些水会蒸发掉，就是那么热。就是那么热的热情，来，哦，厉害，技巧就是技巧。消霞，你会什么？就是打蛋，直接。谁呀？谁要吃啊？弄出来给他弄。我卖一次。好厉害，真的好厉害，不是说假的。我没有想过这单手打大是最有用，我学了那么久单手打大从来没有想过有用，然后第一次见到人家是早餐 second run， 对，就是刚刚因为表演，因为打大，然后现在就是吃大，因为打了煮了没有可能不吃嘛，然后就是那个鸡蛋，然后还有一个现炸的汉堡，看起来就是超级喜欢吃炸的东西，更喜欢吃热热的现炸的东西，很多人都喜欢吃。竹北，超可爱，我超喜欢吃竹北。喂，告诉你一个超级兴奋的消息，就是早餐店原来是有薯饼呢，是我最爱食物里面。你常以为我很喜欢吃咖喱，很喜欢吃饺子，那 on top of it， 薯饼。才是我的最爱，重点还是要现炸的薯饼，吃热热的。因为你去麦当劳的时候，你才有吃到薯饼的，但是有时候他会给你一些不热的，不热的薯饼就不是薯饼，热的薯饼才是薯饼。真的，不是说笑，现炸薯饼跟现炸薯饼，我吃到那个爱，没有，现在不是说这个，真的好吃的是。你咬进去，把它剥开的时候，已经听到那个脆脆的声音 ，clap。那个声音咬进去，咔咔咔，然后在里面热，超棒，真的超棒，真的很棒。我相信今天是很好的一天，因为薯饼 make my day， no doubt。超级棒，走一走菜市场，这是太好的运动了。其实，在香港也是有这些菜市场，但是我老实说，平常真的没有怎么走，有时候会走嘛，小时候跟妈妈的时候。但现在呢，跟阿姨、跟
靠一家人去走一走菜市场，靠便宜的东西，然后替替人家叫，啊不不不，他们是说台语的。对，是听不懂，但是我体验到 local 不是一个观光客，就是 local。看一看他们的眼神。看一看他们怎么努力工作，这才是我旅行的风格。有一个卖竹笋的老板跟一个小妹妹在网卡，超可爱，他们的眼神。那个老板看着那个小妹妹，在菜市场看到的是真的清水拔萃。然后之后就会看到这些小店，他是卖豆花，10块一碗。但是我太饱吃不下，但是10块一碗真的很便宜。然后你看到这两边店中间会有一些小推车，那中间推车卖有的没的那种，它是不一样的打法，有激励跑声，跑跑再买，跑跑再买。找到了，桃红色的。啊，找到了。不好意思，哎，麻烦，真的是，真的是。然后全车人看着我，只是拍影片，然后刷卡。一个30秒，人家全部人愤怒，一个人30秒，10个人就300秒，6分钟，是不是？5分钟，我们挣3分，5分钟，我这种浪费了地球的5分钟，你好不好意思，木，内疚一下。要喷水就知道，要喷水就不管你有没有刷卡，还是有一些小事该录一录的，就是倒垃圾。因为我之前在有一个影片谈，就是 come on like see。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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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每一个人都说垃圾车，这里就是大家都在整垃圾车。后面的车回收。好。所以现在就来到 barbecue， 今天晚上烧烤，蛮兴奋的。你看到这里，那么多花花草草，每天这个叔叔花1到2个小时都在捞水、撬花、撬怎么说啊？就是打怎么说？浇水。你看到这里那么多花草树木，这里的叔叔呢，他每一次花一。这里的叔叔呢，他每天花1到2个小时浇花，把水注，是很好的运动。1到2个小时每天，他这个恒心，每天的耐力、恒心、耐力、恒心同忍耐力，真的是很厉害。看到这些地方，2个字，淳朴。好像因为在香港，在英国，我也没有去过这些地方。然后有一群人一起嘻嘻哈哈，哈哈嘻嘻，哈嘻哈嘻，嘻哈嘻哈。然后就笑一个卡，说说话，喝喝酒。我追求的就是这个生活。好，来来来来，超级多台语，听不明白，但是努力，努力的听就可以了。然后这里的烧烤呢，跟香港是完全不一样。它这里的烧烤其实有一点像英国我们去公园烧烤一样。香烤就是通常是围着一个大炉，然后每一个一个叉子自己烧自己。哎，这里是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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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说话。国家也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风格，太棒了。然后这里就是烧烧烧烧，烧的人只是跟烧的人说话，喝酒的人只跟喝酒的人说话，然后吃饱的时候一起喝酒一起说话，太棒了。
不行，没有，不行，警察才够真实嘛。不行，我那么多次第一次失败。人生就是这样，你不是每一次都成功的，你要对，我来的时候还停电呢，对啊，从来不停电，我来的时候停电。然后做松饼没有失败过，我来的时候刚刚我想拍的时候，还要走过来的时候，他们说第一次失败就不要拍，不要拍，不要拍。但没关系，失败再重来，失败再重来。你们 Musi 也是这样，失败重来，失败重来，就是失败有失败啊，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再来，再来，再来。有吗？有，没有？要看拔得起来吗？应该是拔得起来。打不起来，我没有办法，打得起来还在那个。很好啊。所以现在大家都看到焦卡焦卡，所以就是超级开心。看到我的脸要开始有一点点红，然后我说话也没有那么顺，但是重点我觉得没有关系。我看到有一个新的文化发现，他们说我叫咖啡车来了，然后我在想咖啡车，咖啡车是什么呢？就是 literally 开车开车开车，然后他就是卖咖啡，去人多的地方、景点啊，想要喝咖啡的地方，他都会来。咖啡车学。去勾车我有听过，咖啡车这是第一次，我现在就带你们去看一看咖啡车，本土咖啡车吧。就磨粉，把那个咖啡豆磨成咖啡粉。大家也听到这个咖啡车，这亮亮的，其实很方便，早上晚上都可以卖咖啡。格里是没有那么大，它有大型的在台湾，但是我觉得大小没有关系，就是看它那个 passion， 它就是小的，那我小没关系啊，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对对对。咖啡就这么简单，去哪里喝哪里。对，现在这个就是它咖啡的烘豆机，我真的没有看过，它是在国外进口买那豆子，就是国外进口，进口以后再自己烘，自己做出来，自己味道自己控制，很有趣，很有趣。然后你看到这个机器，基本上它就是用生豆放进这个机器，就是自己烘焙，然后它就是在这里一边看一边控制那个温度。专业就是专业，我看着就是不放心，不是说有一个 recipe 还是什么 standard process， 之后做完以后就在这里冷却以后就变成一个很深色完全不一样的咖啡豆。你们现在就是看到它有一个 monitor， 小小的 monitor， 它是说那个豆就是咖啡豆的温度，因为每一台机器也不一样，自己控制，有时候要高一点热一点，有时候就冷一点，然后控制就看情况。每一次 every single time 也是不一样，所以是不是人专业站在这里。一般有那个旋转坡片，这台没有动。这两百多度，这摸会烫伤。一般我可以试试搞一下吗？没有，我想试试，我想试试，我想试试那个感觉。哦。搅的时候有那个响，没有。把它拨散，让它你可以感受一下，你可以感受一下这边，它有抽风，对，那你一直在拨它，让它把边间的热气对对对抽掉。因为这边没有。所以就把它拨。对，因为这里这里没有动。所以我们大部分都会集中在两边跟中间。我可以偷吃一个哦。
是那个旋转机。新鲜的咖啡豆，所以现在就是到，所以现在就是影片最后最后最后，你看到我的脸红红的，然后是没有 no doubt 是台湾人超级热情的，对，就是喝酒就喝酒，我现在这个影片到这里啊，不说那么多了，台湾就是很会喝酒，喝酒就是喝酒没关系啊，不要喝到烂醉就可以了，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影片到这里，所以 like and subscribe， 我下一个影片见。没有在拍啊？有什么？我头发没有偏呢。本来一看到睡着，早上起来还有什么还在做？